我上一把多少分啊？说明你上一把很混，你是个混子，所以本场战斗数值够低。但是没有用，在我的指挥下赢了。哦，这个好像是 PP 线，我看到了。这就非常尴尬了。看到了 PP 线的头像，眼里就知道了。皮皮是。是吧？让我玩把祭司，好不好？锤他。PP 线。玩机械师出来。先知。你先知哦，全是、哦、国家队。全是国家队啊。还是配皮衣？什么配置了？哪个不配？这个阵容，月亮和公园无敌，最屌阵。是吗？最。苏仔，你可能不信，你老头游泳王过来上黑衣车了，就是不让我拿刀啊，一刀都不让我拿。前锋。祭司，那么大秒了。我没传送了，但估计前锋也没什么球，所以远程拦截一下。
流了。
这不就世纪大战了吗？哎呦，我那个丝没蹭着。是。Good job。认真打，一个人打没有对手，你看，全赢，没有对手，哈哈，没有对手，是不是？那发就输，不能认真打，这一共才输两把嘛，老头子嘛，两把输了之后开始认真打就没输了。哦，也是路人。遇到过啊，这个遇到过的路人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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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老头子，老头吧，头像啊，又是老头，好老头，老头是老头吧，老头老头老头，哎，但是老头打人了，哦，他们老头打人了，对，头像换了，我看了一下那个头像，那个一本来是在下面的，是打人的，现在是打头夫了，头像换了吗？这些蛋塔的蛋和那怎么说，那就不是老头，他不会全队全是老头，万一他也会老头呢？哎，他的全队全是老头就过分了，我的天，老头队了，不可能是老头，我跟你讲不可能，玩个魔术师好不好，玩魔术师，没有鸟，没有鸟，就三千只，那我技能带错了呀，我带了个传送。好卡。
鬼出不出去吗？好卡呀，我靠。太卡了，受不了。看后门，看后门，快点去去那个，你就留在这里，留在这里晕他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那么快。来，过来一个帮我，一个开门，一个空，那位哥哥呢？我来了，哥哥来了。快快快，来了，哥哥来了。我还有你啊，来，你空，我来，我来看。真是想杀我。哦，在戳自己啊！哦，他戳什么戳自己啊？戳我！戳自己可还行？快开快开！快快快快快！对，你要开，开好！快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 ！TP 了，他受不了了，他受不了了，他被我一直戳了，他 TP 过来了，别戳了！走了走了，没了，人家没了！他在打我的刀，打我的分身，他自闭了，他不中弹了。我在开起点门，快拉开那个大门。哎，我们摇骰子，看谁摇的多。有吗？打一刀，看能不能把我震死。来来，打一刀，我走不动了，什么鬼？纸币了，是老头。哦，是。
大云还亏了，我只要打断他就行了。这么奢侈的吗？有跟你讲，投降了。这李志轩呢？不是啊，是李志轩，是那个我们台的棉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这是走错老头，林瑞鑫，他不是在第四？你不是换号打了吗？你不是说他们换号打了吗？对，第五赛季的时候不是打到榜上吗？是李志轩啊，91的胜率。现在是李志轩啊 ，C 直播李志轩嘛。你离个头啊，李志轩！刚刚我们打了人脸，你不要跟他说，你不要跟他说，他不懂。不要跟他说，房东是不是？房东是个智障。哦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我眼睛回顾又卡了。哎呦，这个 bug 还没修复。妈的，刚刚才说了，这祭司是李志轩，砍他！他他妈的还是个老头，是李志轩。哦。他打法跟李志轩一样嘛？你他妈的，真的应该说瞎话。忘了。喝多了吗？你喝多了，李志轩会这样打吗？这是平地追你的，我重启一下游戏啊！我也重启一下游戏，我也重启了游戏。那我也去重启一下游戏吧，不然我感觉格格不入啊！重启一波游戏。受不了了，这方东，怪不得他方东玩狼人杀很牛逼，他整天在那瞎爆点，瞎说话。胡说八道，哎，搞得人家头晕转向的，在那里，啊，是不是啊，房东？然后他以为他是对面的，就是他是人，他帮狼赢，他先把自己人骗了，他一个狼王，他在那里装，都还四狼在场，他在那里装逼，啊，他很会装，在那瞎说八道，哈哈哈，嗯。哦，他们分好高啊！什么分好高？吃他们分！你怎么三千二啊，店长？怎么了？我没打。没有拍面。我也没打，怎么了？你看我们都是四阶的人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按实力说话，知不知道？裸屌六只猪四台，不跟你比比。对，然后杰克秒倒。杰克秒倒，我没有办法。撞脸了，好了吗？重启好了就开了，艾莉。妈的，全是老头。老头不好吗？吃饭。他当真我们打不过老头了？啊，我们打了那么多把老头。随便打的。随便打。我不知道换什么标题，我就随便打了个标题上去。难道你忘了我那个那么多啊日日夜夜的吗，房东？红教堂老地方见，那是我发现的，好不好？老头子，老地方见。哦，最开始是谁打老头？不是李志轩吧？很多人，一开始我们碰见老头 ，Nevermore， 被我们搞自闭了。太阳，在那个 H 开头的那个搞自闭了。他在那个红教堂被我们两个搞自闭了，后来他碰到我们开局就是一号一刀了。我们就先推墙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那个时候也是传送，他走，他传送过来，然后控制机器，然后我们就在连上修，不走。那最后我们这里没有能量，我们就在他连上逛。他没有能量，他划不到人，他打不到人，很难受。然后他自闭了，后来碰到我们玩就不玩老头了，直接放弃。是的，我们还在玩。谢谢小纸条的吻，谢谢翻翻的辣眼睛。外卖了，好饿呀！我也好饿。不要说外卖。说外卖怎么了？我他妈一天都没吃的，难受吗？那边捡过了。我看艾莉那个身高好像有1.87米吧，最少。哎，不，我觉得艾莉应该是1.9米。一米九吗？这么高的吗？我感觉他好高啊！很高，蓝胖子就已经很高了，他比蓝胖子还高他妈大半个头，我操！他也比我高很多，他也比我高。一个高啊，一个高啊，样子。181。
我要八七。我一米三，在这里不敢说话。哦，你只有一米三这么短的吗？好短啊！很高很高，艾利。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挺高的了，然后现在艾利就……没事，我也比你高，我一八七。西番一米三，天王盖地虎，西番一米五。哎，我一姐他们就下了。谢半半的赖，你来帮帮他。哦，你不要玩机械师，西番。不要，我就要玩机械师，我就要玩。不要玩，我就要玩，除非你们求我。有演员对吧？又是他们吗？不是有鱼的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们打过的。一开始是这个黑白无常，这个虎牙，这个头像框在打屠夫，应该是鬼针藏月他们。不接了，不接单了，看到你头像不接单了，就自闭了，估计。是我，我也不接。哦，他们不接单了，打不过。我在看他，我在看鬼针藏月的直播间。是不是鬼神当月啊？是吧？对的，他们不准备。我跟你讲，我一看我就知道是谁。你是上面的吗？这张。虽然我只有三级，但是我对六七级的人类屠夫了如指掌。啊，我就掌控风云，了解一下。他打两把就停电了，我也姐停电了。没事，我们拍不到人，他们等会下一波还是我们。妈的，哪次都不是我去救人，我什么时候坐椅子上了？哦，他们开了。哦，还是他们？还是他们吗？笑死了！你接不接吗？哦，他们接了，接了，没办法，能接了。哦，弧形。然后我玩机械师。啊、哦，这把要输了。我来前锋。好的，好的。啊、这把输了。输，我们那把太 low 了，打的什么东西？这把好的。哪把 low 了吗？你不要玩前锋。又带错东西了，应该带三线的。这三线只能针对死一个，要么就骗鸟，还有一个佣兵。真的假的？全都不修电机，全都靠狗。有个护臂就以为我不打他了。
没有用，该死还是得死。快船，怎么他们没了吗？好了，没了，演已结束，没了，杀几个人看不到，自杀了，溜了吧，五点钟了，溜了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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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溜了，溜了，还溜了吗？我还不一定能睡得着，我跟你讲，休息啊，睡个毛啊，太兴奋了，不休息一下吗？艾丽，我还打排位呢，不，不休息了，干，再打一把，再打一把，一把，再来一把，我出了，快再打一把，真的啊。人家艾丽都说了，都休息了吗？我一点都不累，我在打娱乐局，快干！出来！我卡了，我要重上一下游戏，再打一把吧，打一把。你怎么回事嘛？怎么老是掉线？我感觉再打一把还是排他们。快点上，我们还能排到他们，还能生肖星星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怎么加14分啊？这把怎么加这么多啊？
连胜加分的。连胜也会加分？对啊。有这种说法吗？对的。我死了还加14分哎。你怎么还没来呀、啊？上游戏了，别急，打的，我又不会跑，急什么？你们这个是四阶是吧？是不是四阶啊？四阶啊，四阶四。我们看到就像两阶一样的。干到六点嘛，然后只休息一个小时，吃个饭又来打排位。我干不过了，对，打一把，打一把六了，打一把六了。怎么回事吧，媳妇？打不过，打不过。我四点钟都起来了，我都没说六，媳妇你好意思吗？怎么回事嘛？这个、我四点钟就起床了，七点钟开播，我看要播多长时间啊？四个猛男，我已经播了八个半小时了。我秒排还是？哦 ，PP 线。哪 PP 线？啊，不玩这个了，好不好？玩个 DS 一比，玩 PP 线好不好？对对对。哦 ，PP 线，离职学干他。你玩先知，那我玩什么？玩这个，我玩黑妹，黑妹我是专长的，专业黑妹。你专业你玩的。你之前又不打屠夫，你急什么？不，他在打屠夫老。这里应该不是前锋吧？人呢？
不，你开始就跟亮去亮了之后，亮之后就跟着他跑。开一班了，开一班，你过来盯，能走能走。没有盯了，盯个鬼，我盯过了，他还刀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来来。走啊，不要绕。日门了。别走啊！你还躲一下，走一个就赢了。躲个屁！开开开，能走。别走，我先救他。不，救到吗？你能盯吗？救不到了。试一下，盯一下，盯一下，盯一下。没有盯，你有机会，可以。哎呦，这差一点点。扯犊子！哎，我那个盯他妈的没，说实话我不用了，看我盯。我倒了就别用了，直接去开门，留着大门啊！我的妈。那倒了，你应该盯他了。那门这边。他妈倒了，我他妈的刚好距离跟在后面。不是稀饭，你这个亮了之后，你得跟着寿司跑，不能自己跑，没有用。我那不是我，你什么都说的我，你笨犊子啊！是你哥，打一下午都在说我，我是你哥。啊，杨子，我那一波肯定是直接走的，我不敢，我不确定他有没有三层运，我跟他这么爱我嘛，爸爸都要说我几句。不说了，这把房东的锅，好吧，开局正手。啊，我的锅，我的锅。我背锅啊，我们拼了。你们还开不开啊？差一丝吧。差一丝，摸下也开了。摸下开没有用啊！哎呦，没办法，那就只有这样了，没办法。你摸下开，我摸一下，我跑一个，我也赢了。对，我不知道那边厮杀了。没了。打不打？学不学个吃？包容下播。别吃啊！要不溜了吧？不要耻辱下播啊！包容下播。睡不着了，这一会儿。等我睡不着了，晚上打不了了，西川。该休息休息。哦，这波可以，这波都没事了吧？来，佣兵机械师，你不要玩机械师，让杨四玩。我哪里玩机械师了嘛？你是喝多了吗？好像是三兄弟。
这黄衣都出来喽！哦，不对，我想大把黄衣了。移动速度真的慢，哎呀，这怎么这么短啊，兄弟？哎，看来我只需要留一个了。
移动速度还是慢呢。我溜了溜了，快快快！行吧，休息吧。休息休息休息。停止外挂，暂停。溜了溜了，休息去了。艾丽是不是意犹未尽？溜了溜了，艾丽，晚上锤，晚上锤。行行行。拜拜我这就很难受了，我刚刚这个推演做完没？还不算，黄衣移动速度还是慢呢，他看起来走得挺快，其实贼慢。他们那边人不是满了吗？要不溜了吧，我也溜了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晚上打排位吧。歇一会儿吧，晚上见吧，晚上见了。播了5个小时。